徐哥，能不能来录一下？那你录一下，你就跟着球跑。会弄吗？我前锋线一往上压，中间传空。不是他们出不了，他就六个人。行。啊，为什么今天没裁判啊？啊，今天注意注意球，注意。今天要有裁判，刚才我的边线被铲了一球，他们这个早少一个人了。他们自己人都说憋死了。啊，他录弄我，他录我，不录了，不录了。别点！哎，差点！顶出去啊，弄出去！别往自己家门里顶啊！哎，往他妈自己家门口顶啊！哎呦，跟着人不用看球，好球，李峰！而且他妈刚刚左脚一蹬，穿两个人刀嘛！发兵，一脚 ，Harry， 一脚。收点，小哥，收点。真傻。队长，操！哎，放边路，别给这包。继续，继续。我给他上十分钟。发兵 ，Yes。发兵，别发兵，快点，别发兵。上路一脚出球往前干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不要控。你控也没人接你。Bobby, I want to see a good press. Bobby, press. 哎，身后，身后，阿周，走，范冰冰，身后，身后，一，超两球，kick it out，Max, stop it. Max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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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p it.好球，一脚，Harry， 好球，下次踢起来。我操，你看去年他妈的洋球，什么都在我们这儿，他妈的踢烂了。去年你妈二十个人，哎，四场比赛赢几场算晋级啊？Harry， 下一下，下一下。
上场了，兴奋起来，兴奋起来。那球，我看湖里有个人，我往上压上去。这个还有一个，这个太长，湖里很危险。能飞吗？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就刚，没看那韩国人。还有好球！哎呦！不是刚刚那三那一球肯定沟通有误，三个人在那里不把球搞定。刚刚那球我看湖顶有人，就是我要去防湖顶。哎，你旁边门旁边有球。不是你不是在里面吗？你不是在里面吗？就中场那正正底下有一个位置，有空一个人。我们去顶上那个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想接是吧？等我换你上。没有力气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换个人吧，换个人吧，换谁？张就可以吗？不行吗？不用不用，不要上，不要上。累了就喊就好。好比你这个啥？开游戏，开就行。好球，马哥！走！哎，你别在这挡！哎，大哥，你稍微让一下他。我操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奥利！我是出球，出球！吓死了。好球位，漂亮！站出一手，不用太出来，都往里面缩一点。我操，马上拿得上了。
踢啊，脚踝伤了。哇，那下场能踢吗？下场是下周日吗？对，我觉得可以。张一鸣，留点体力，你要踢到结束。我们还有十分钟差不多。一球，一球，卡出来一球。哎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好能带呀，我操。哎呀，这你上吗？我不上了。你上，你不上，帮我操纵吧。行，你就扶着这个是吧？怎么转？怎么转？哦，这样 OK。你那么仔细，你基本用眼睛看就行。行，基本这个广很广角的。好，三比零。哦哦，他们三。那傻逼两个点球位给我们，那一场一比，你们有没裁判啊？没裁判，那傻逼黑七八就他妈别人没有裁判。打球，好、哎，没裁判气气的，都那小黑七八的奇奇怪怪的。Come on, calibration, finality. 哎哎，往后退。哎，干啥的？干啥的？一脚，我们跟他们踢的时候还可以，他们突然变好了。你跟他们，你跟他们踢，他们好快了。背了。你上，上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们队里都跑了？快看，哎，看好，哎，中间。他们是有个韩国人，对。接出去，接出去。你们就顶了一个支点，哎，给，我根本防不住，后场。OK， 等一下，所有人除了那个张一鸣，其他全下。艾米在场上，下。哎，张佩，上，快，李叔，好，不上了。要不要我来帮你们打？快回来。还没上。哎，你在中间，张佩，你在中间。辛苦了。来来这个是准下半场准时开那个蒙住的吗？那还有六分钟，五分钟，差不多六分钟五分钟吧。对。Alex.这个怎么一颤一抖抖？衣服有点大，那打篮球中那个什么抖男，这控篮球抖一下，这八号一样的，总是抖一抖。我觉得他们这个队长确实技术最好的，谁是技好？对，就是这个下来这个。Five minutes， 他屌爆了。Four minutes。Thank you.
你说没那些，哪个公司？他们才没有。啊？后脚跟进了。我操！我操！这不好聊。哦，这边真的快。进了，一起怎么还不碰着我啊？哇，对面那头已经绊脚了，完，那就是因为倒，我操！打到又是点球了。哎，来一脚！啊，这。两分钟差不多，两分钟快不到了，看他那个技术法好。哎，我操，秀技装逼啊！我操，干他！篮球！哎，张龙阳！这十七身体素质真好，你这十七跑跟他妈职业球员一样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操！一个十七，一个那个没号的，我操，他俩好快啊！我操，这哥们他妈法拉利！我操！他妈的打鸡血了吧？他们傻逼！要血，别拉尿血！走！走！兄弟，动一动一脚，动一脚，尿血了。没有，我们赢了一场，三十是。我们赢了一场，赢了一场。一般是赢了，我赢了一场。输我们一场吧，来场，两周给两场。下一场，下周 TC 还可以，可以 TC 的，给秘密。TC 来训练是要来喽。哦，你们现在你们什么时候？之前很久之前，就比赛里。联赛开始之前，我们 TBC 我们全赢了，就 A 没赢。但不过友谊赛受到底强度没有。这边有人脾气不好，有人脾气不好，很急。用停吗？用停吗？哎，视频用停吗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等一下，等他们下场之后。It's over。等一下。
这场可以鼓掌。Gracias.